二十八，普贤菩萨劝发品。别类物格利见大人，第六乐章。我们要经常以望远镜头锁定我们未来的母体。妙言果体即是果地觉，再拉近焦距，看到当下现在的自己，就可照见自己的本因心，以如是的真本事启动最初母体的原始码，即是最初发心，就能就位转身，翻转阿赖耶为大圆镜，顿然证入妙言果体。我们要经常望着大海，凝视未来的我自己，再从未来自己的我反照，看见当下现在的我自己。我自己若能学净藏净眼，就能救度自己的我在当下，就能庄严我自己未来的妙言果体。这就是妙庄严王本事品所生发的不可思议的法力加持。妙庄严王就是我们未来的自己，人人本有的妙言果体。净藏净眼，我们已来到入佛之见，应该每位都见到自己那么亲切的两个儿子经常在显神通给我们看吧。假使到现在我们还不能找到拥有这两个那么亲切的儿子，假使还没见到这两个儿子正在大显神通给我们看，或许我们的福报是不够，所以这两个儿子还不愿显神通。如是就是我们从开示悟而终于进道入，若是入门的功夫还未到家，那么确实还真的要多加油，多练点真本事吧。正意念回复原始码的最初发心，解放自我加密封印的如来神力，不要让自我陷于失意梦游的见网中成瘾。依者要请诸佛护念加倍善根，二者执众德本植入善因佛种，三者入正定聚启动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生，弃入众生动乱妄想见往尘劳梦中，四者发救一切众生之心，以一切众生所喜见身而现身面言说，以三种一生身再增一三种加持。诸佛如来虚拟千百亿分身而已，法华实相为天下众生演绎故，唯怜故华，我时成佛以来久远，花开莲现，我时成佛以来无量无边，那由他劫，花落莲成，正执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以法力熏念种子习气，而获得常乐我净四德，即是法力加持。以见我故，
即得三昧及陀罗尼，名为炫陀罗尼，百千万亿炫陀罗尼，法音方便陀罗尼，如是能现一切众生所喜见身，而现身面言说加持。到此，因自翻三染而成三德。翻，五蕴虚臾所凝结的妄想见亡苦身，为三种一生身，成法身德。翻五住烦恼的种子习气，为自觉圣智的光明思想，为般若德。翻不随顺四处造业的缠绵为正意念，以见我故即得炫陀罗尼为解脱德。请诸佛护念以神力加持，执众德本强势为众生植入金刚种子，入正定聚获得首楞严王室稀有，持如来家书顶戴祭诸安乐行，如是发救一切众生之心，以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身，弃入众生妄想见往梦中，以一切众生所喜见身，而现身面言说加持之。以见我故，即得三昧及陀罗尼。我们要学普贤，当一个一般普通普遍的贤能的智者。谛听普贤这般殷勤地在劝导我们，真的要发大心行大愿，方能获得维护我们身心灵健康的增上缘。事事都如意，事事都无障碍，方能回向遍及我们的亲人与挚友，共同享受善缘来住的平安与幸福。以见我故，即得炫陀罗尼，百千万亿炫陀罗尼，法音方便陀罗尼。以见我故，普贤是一个一般普遍普通的贤能的智者，因不难见到。以见我故，我们的真如妙心也可以是一个一般普遍普通的仁者。若能见之，亦即得炫陀罗尼，百千万亿炫陀罗尼，法音方便陀罗尼。又以见我故，即见如来。若以音声求我，以色见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如是，我们今如何得见如来？如何得以见我故？我是谁？我即是观音，即是普贤。如是得以见我故，即得三昧，即得三陀罗尼。到这里，就是要我们学普贤，当一个一般、普遍又普通，却是有贤能、有贤德的人。这是我们身为一个行者的最基本的规范。一个有德的行者，是走在一般最普遍、最普通的生活行持中。
摄俗利生，以天下苍生最高利益为出发点而化度之，应学常不清菩萨与天下苍生广结善缘，以无畏施度化天下的众生心。如是即是行大善，积大德，而止于至善，如是方能激发上升的气旋，冲破重重的瀑流，如是悬浮上升，不要再堕落，要拥有如是恒常的悬浮，还需依归正意念，方能获得不可思议的如来神力。我们要发救一切众生的心，以善巧方便、变化多端的一生身来互融互摄，互相协力，共同度化天下苍生，如因陀罗网般金金相应，光光相照，都是为了使这个宇宙永远发光发亮。我们要经常以众生所喜见身，现身面言说加持，善知众生的心心念念，念念都能回向，心心都能向佛心，芸芸众生都是各个为主，各个为辅，主伴圆明，同功同德，如何难胜众？我们都必须互相加持，诸天护法的加持，诸佛菩萨的如来神力加持，如是方能圆满我们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的使命，成就我们身为佛陀弟子的荣耀，方能不辜负佛为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来度化我们的那念悲心。这就是法华三昧实相生活的最高境界，不空成就，使我们何难胜众，在未来都有成就感、满足感、幸福感，而发出阵阵的满愿雄声。殊不知，佛法至高无上的神通，即是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身。佛法最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是现一切众生所喜见身现身面言说加持。佛法获得顶上记珠的增上缘，即是以炫陀罗尼打开如来的宝藏库。这是一场实证演绎，是使人人获得最高福报的满愿雄声。我们要认清灵山之会至今还俨然未散，不知我们信否。我们要认清娑婆就存在于长极光的秘密藏中，不知我们信否。我们要觉知宇宙星海片处都在涌现如来宝塔，只要抬头就望见，不知我们信否。从今起，我们要正意念，要入正定聚，不要经常落在动乱妄想的尘劳梦网中。我们要扮演一切众生所喜见身，
不要扮演一切众生所恼见身。我们要比施予，不要比占便宜。要比随顺，不要比汉格。我们要比禅河随浪静，不要比滚滚是浪与随波逐流。